今儿啊，咱们聊聊文化界有个神仙打架的事儿。姜文和陈丹青打起来了，您关注了吗？这个作曲家郭文景啊，写了篇文章批评了一下已故的诗人木心。这个木心呢是陈丹青的老师，那陈丹青当然不干了，俩人就掐上了。按说呀、啊，这里头没有姜文啥事儿，可是呢，这郭文景不是外人，他是姜文新剧的作曲人，于是姜文啊就写了一首七绝来劝架。 还请易中天把这首诗啊传到了网上。诗是这么写的：“说沉木可观不可雕，勤能补漏难补骚。冬施待有冬施效，秋敏夏虫子莫豪。”那这诗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姜文导演在电影上才华横溢，我专门写过文章夸赞过他的《一步之遥》，人间绝品，好。但是写诗不灵。 格律咱不说啊，我评价诗歌向来不论格律。《红楼梦》里边香菱学诗啊，林黛玉说了：“但有好句，格律可以不论。”问题是他没有好句呀、啊，说完全没有吧，有点亏心。头一句有点小技巧：“沉木可观不可雕啊。”沉木指的是陈丹青和木心啊，同时呢，沉木呢又是老木头，老木头容易朽啊，朽木不可雕。哎，双关有点巧妙。 可是后头呢就太直白了，说师徒俩是俩东师啊，只有勤奋没有天分。秋天要把夏虫带走啊，你别叫唤。这不用我说呀，会写作文的同学都发现问题了，光论点没论据，你就这么金口之断呐，而且没有美感啊，因为这几句支离破碎。 没构成一个整体的诗境，它没有画面感呐，姜文这诗啊，陈丹青没回，但是呢，有网友帮着写诗回怼，这诗写的却不错。姜汤自信能祛寒，却笑陈皮不止痰。木叶清香君未觉，只缘身在烂泥田。这首啊，比姜文那首好。 首先你不双关吗？哎，咱比双关，姜汤指的就是姜文，陈皮指的是陈丹青，木叶指的是木心，啊，这是一层意思，跟你那一样。那姜汤祛寒，陈皮止痰，木叶清香。这姜是长在烂泥田里边的，从药性上、植物性上，这都成立。而且用祛寒来指去纠纷，你看比拟的多恰当啊！其次，它有逻辑。 那你为啥觉得木叶不香啊？因为你在烂泥田里边，你看这就比直接断要强。其三啊，整体是一幅画面，药材跟药材之间争起来了，有古人梅雪争春未肯降的意思。哎，这叫有诗境。顺便说一句啊，甭说诗了，药材互殴，这个曲艺里边也有作品啊，快板书、同仁堂，连曲艺作品都知道要搞个场景。我给你学个皮毛啊。 炸药刀亮堂堂，有几味草药您了仙尝。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，后炸槟榔与麝香。桃仁陪着杏仁睡，二人躺在沉香床，睡到三更浇白夜。胆大的木贼跳进了墙，盗走水银五十两。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信。人参这才做了大堂，佛手抄起了干草棍，是棍棍打在陈皮上，打的这陈皮流鲜血，这鲜血甩在木瓜上。大苏丸，小苏丸，胖大海。 哎，滴溜圆，狗皮膏药贴伤寒。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啊，唱到明也唱不完。请各位赶紧点赞，是福寿延年。抖音。